五二零快乐呀！感觉了冰淇淋的味儿。嗯，我本来是打算今天晚上干自助的，结果，我就改天再去吧。一个人的快乐。姐妹们，五二一，他们家做蛋糕皮做的可好了，可漂亮了。都那样式的，谁不想去买个蛋糕，顺便多看他两眼呢？哎呀，好湿润。真开心，啊，太棒了。哇，这个蛋糕好棒。